大家午安喽。刚刚就是车来了。这次的三学真都适合大家吧，没有一个人不适合。大家都很漂亮，漂漂亮亮就要赶快买，来吧。没有崩图，你们这是胃口被养大咯。我是车来了，对，接我的车来了。不要再跟我要崩图了，放过我，珊珊。安安呢？Hello, hello, 大家。为什么我的被蚊子叮吧？对啊，我的头发长很多了。是说我的绑头发吗？等我一下哦。最近比较常绑头发，为什么觉得今天哪里长得怪怪的？你们看，我搞得好像风水一样。我最近火气有点太大，破了一个超大的嘴洞，嘴破。我的眼线我刚刚画了十分钟，哦，怎么长得还是不一样？太长破了，没有，我这很久没破了。我最近脾气又很火爆，哎，真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今天涂口红的时候，我要抿，一抿弄到我的眼嘴破，真的是有够痛。
小白，对呀、啊，我决定我要再去换一下我的机器。不要再想了。蒸肉粽的，但是好像有点来不及，所以就没有，不是好像就是来不及，就是没有蒸到，可怜呐，没办法米。然后我现在讲话也是这样，就是对。还是我现在放下去蒸，我等一下就可以吃。我最近一直很想吃麦克鸡块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买。会变大舌头，也不是大舌头，就是我嘴巴没有办法张开，深宫真婆。先不要吃鸡块吧，为什么？应该没有关系吧。最近脾气真的很火爆，前几天被我们老师惹到，虽然问题是我错在先，你知道？您好，吓到了。好，就是问题是错在我先，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那样说话，反正就是。那个我们电脑课要点名嘛，那个老师就比较人就比较他就是一定要点两次，然后第一次你要拍照上传，然后拍你现在上课做的进度到哪，然后上传。结果我用我们那个 app 的内建。就是拍照，不是用我苹果原相机拍，所以他就没有备份嘛。结果我拍完，我忘记按上传，然后就时间就这样过了。过了之后，我是下课我才发现哦，然后我就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做了这件事情。”那我可以，就是我找了一张我刚好顺手拍的照片，然后是有在上课的这样。我说那我这个可以证明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样麻烦了。然后我是那天晚上传的，他隔天下午回我，他就 take 我说 take 肉肉，抱歉我找不到同学里面有肉肉这个人。我就说抱歉，蔡一龙，然后我的学号，他就回我说，你们不要都要老师通灵知道你们是谁。我就觉得有必要这样酸吗？虽然你也只是讲一下，可是真的有必要吗？那个群组里面有71个人呢、欸。老师有讲规则吗？也不是规不规则，就是刘玉清要参与，很好笑，为一堆玉清哎，就是
因为我们都是带车，说，但是我们没有习惯，就是你要报自己的名字。当老师讲的那一句，我才意识到啊，对吼，我忘记打了我的名字叫什么。这我很抱歉，这我真的很抱歉。我当下真的真的很想，然后隔天啊没有当天哎隔当天晚上被我姐气到，就是她要出门寄货，然后就陪她去嘛，就一开门。我们家的那个楼梯间有四只猫，因为我们最近这猫超多。遇到不是啊，那他态度也没有必要那么酸吧，讲一下就好啊。没助教，他每次态度都这么差，他只有对我们班上一些男生态度比较好。然后一出去看到四只猫，我姐就有猫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然后抱着他那一箱东西是男的，他叫做不是，我差点把他名字讲出来。然后我姐就一直在那边叫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然后我一看，就是因为是两只小猫在那个楼梯，然后两只大猫在那个窗户上。然后小猫是大猫生的，然后我就站在那，我往下走，小猫就往下跑。那我往下走，那大猫不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对小猫怎么样？它一定就是可能会想要攻击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一直在问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然后我就要想办法，我就咬我们家那个。扶手，因为我们家扶手就是有点太老太旧了，所以它就是整根可以咬，我就在那里咬，我就想办法，我就想说可能可以制造一些声音把那个猫吓跑，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咬啦，你要坏掉怎么办，咬坏就坏，然后我就咬了一次，我说不要咬啦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然后我就回我们家，就一回去，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，我就拿起来，是我姐那个海报筒，我就抽出来。他说：“你干嘛拿我的东西？那坏掉怎么办？”我就说：“我不去了。”哦，重点是在这之前，我有。就是鼓起勇气想要走下去哦，但是我走过去被那两只猫给哈气，然后我就跑回来了，然后他就说你要把我海那个东西用坏怎么办，我就说我不去了，你自己去，你只拿着你那一箱东西，然后这边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然后叫我往前先走，那他又对我哈气，所以我受伤就不是受伤吗，而且你那个东西是能坏到哪去啊，你一直不想办法，一直在那边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那你要我怎么办，我只是拿一下那边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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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，真的是被气到，然后还有跟我妈出去，我妈还有我姐出去吃饭，然后回来过了很久，我妈发现她的钱包不见，然后就跟她讲你出去找啊，她说哎呦被人家捡走就算了啦，我就说那你要被人家捡走，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不要去找啊，结果那一天晚上我就陪他回我们吃饭的地方的停车场找，因为他说他最后拿钥匙的时候还有看到，然后
他就骑车就要经过那个停车场了，就他们要停下来一车，我就在后面说停车，然后我就跳车，然后走去问那个保全，然后再走到地下，就是那个保全就带我去地下室看有没有就是掉在那。我超生气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要去问的意思吗？没有问的意思吗？那就不要捡吗？还是他这里就是打算原路然后回去看路上有没有？好，不管，就到第二天一大早，有没有一大早？下午，他就打电话去问，说、哦、有没有捡到？不不不不不不，然后人家都没有看到。里面有钱哦，有钱，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，然后留资料，留完资料好。第二天晚上换我姐下班回来，他就打去那天吃饭，因为他一个是打去服务台问，一个是打去那天吃饭的地方问，然后就说哦有看到一个，好，那明天下午会去哪？明天是昨天，他说的昨天，结巴死。他礼拜二打，说礼拜三下午会去拿。然后呢，他一我妈一下班回来，哦，我姐就跟我妈讲说，哦，有看到，他就一下班回来就跟他讲说，你要去哪哦？回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出去吃东西？我说啊，你不用去捡找你钱包。他说，哎呦，等你姐回来再去啦。我就想说好 ，OK， 你要晚点去没有关系。我姐回来，她就睡觉；我妈回来，就跑去房间了。然后就一路就打到晚上。我妈就叫我姐，我姐就回她说下雨不想去，然后我妈就躺回房间了。我说你不用去吗？他说你姐说下雨他不想去啊，我说所以这东西是很不重要是不是，你没有办法自己去拿，一定要有个人陪，虽然是他也没有问我要我陪他去哦。傻眼吗？啊，我们在那边帮你找，然后你这个态度，我要我给，那我去帮他领啊，领了那个钱算我的，气不不哎、欸，最近真的是很暴躁，没有，就只有钱，他说好像有两千多，快4000吧。这个态度测试，然后跟他讲他在那边不开心，每次讲都讲不听。我决定我要去蒸肉粽，啊，我想吃凤梨，但是我还没有吃东西。就想有人陪，这也没很困难吧。不要去哪，哦，真的是去吃饭。那天去吃饭，然后他们本来想说搭电梯，就是搭到那个，就是他不想走手梯，然后就看到一个男的，我真的是差点在那个麦上骂他、欸，或是别处是不是？我说那我骑车去就好啦。啊，正是他回来问我要不要吃饭，我跟他讲可是下雨，他跟我讲说你穿雨衣就好啦。那他为什么去找他的钱包不穿雨衣就好了？好，我要讲那个我们吃饭，
因为我姐那天就穿我的短裤，然后我那天也是穿短裤，然后那个男的就看起来怪怪的，他一进来他就一直在看我姐的腿，我就盯着他看，然后说一句看，我姐就说干嘛那么凶啊，然后就等等电梯嘛，等，我就一直盯着他看，我就一直盯着他看，结果电梯一到，门打开，他就给我冲进去了。我跟我妈还有我姐三个人在那最早先到，他给我第一冲第一耶，我差点给我下来。不是啊，他就一直看啊，他就是很摆明的，他也没有要躲，我就转过头盯着他看，他就是还是要看，我就直接说跨，他就还是看，然后我就说你干嘛那么凶，我就是因为我们预约的时间就快到了，我们就搭手扶梯上去，然后我就说你刚刚干嘛这样，我说他刚才在看你腿你不知道吗，他说哦是真的我不知道，我说所以我才会这样骂他，不是哎，假如今天你的朋友穿短裤他一直被看你会怎么脱，快来大乔，然后我讲完说啊他刚刚就一直在看你的腿啊你不知道吗，然后说可是他为什么不看我的腿，怎么我太胖吗，我就穿的比你短耶，为什么他不看我，我姐真的是在这方面都很不对，很没有警戒，之前好歹对嘛，他们是偶像啊，跳 Rumor 的腿只是比较壮而已，为什么不看，没有啊，就是那时候想要把气氛拉回来，虽然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很生气，我真的很生气，就我不是说我有一次跟我姐去 Seven， 然后就有一个男的一直在拿相机拍照，然后就想说这个男的怪怪的，但我姐就说有吗，没有我没有感觉到，他好像跟了我们两三间 Seven 吧，那个男的超生气，哦对了叔，那个我老婆说她也想要那个毛巾，反正那个毛巾很好看，我老婆说她也想要耳男性器，但是我看到耳男我就很生气，耳男请退散谢谢，嘴巴黏黏的，刚刚吃了糖，还没擦干净。好了，我去蒸肉粽。我可以先吃凤梨，再吃肉粽。
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在我住的地方应该是没有这个可能啊。把清明有点，但我觉得就算今天你有认出我，你偷拍我然后被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还是会很不开心的、啊。就是你好歹你要礼貌性的问一下，虽然你问我，我还是会跟你讲说不行，不行拍照。Hello， 奔仙。哎、欸，大家，月配文都发了。没有那么多可能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他是个变态。请问可以拍照吗？你跟我姐可以啊，跟我姐可以，我没有关系，请，但我不行，我不入镜，不好意思，我只能当你们摄影师。我姐合照会。啊、哦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要凶你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我没有要凶你，为什么拍我鼻孔干嘛？我觉得今天不管是谁，只要是偷拍都很没礼貌，虽然那很久以前的事情。你这个就是摆明想要拍我崩图，哦，小酒花，好想去看小酒花，这几天下暴大，对啊，很久以前的事情，啊，可是最近雨下超大。绣球花应该要烂掉了吧？为什么今天眼睛看起来好大？要的吧，谢谢你。我姐昨天在跟我讲说，哎，还是你和我去关我们家那个，她说还是你合照会就是。粉丝问你，这姿势要用什么姿势？你就跟他们讲说，那个 rumor 结尾姿势。脸就看不到了。
趴在桌子上。哎呦，这绣球花好漂亮！我们自己这阵子会经过那个花店，都看到绣球花都好漂亮。那我们就浮在半空中。真是这次练得很崩溃，八分。上个礼拜连练了蛮多天的，上个礼拜是有练，我就发了一篇现实动态。哎呀，真是心态差点崩掉。对啊，笑话好好笑，哪部分？谢谢闪光星星，好累。我跟你讲。这个影片就是我们练习影片，我回去有跟我妈妈还有我姐姐分享，然后我妈我一结尾我下去起来之后，我的脸整个累爆，可是就是累，然后我要说你也太好笑了吧。哦，我那几天是脖子以下吗？没有，脖子这里其实挺酸的，大家都这样。求什么？你求我躺在地上很累的脸。之后好不好？今天没有练习。应该会有吧，我也有淤青，所以你们猜我是哪个位置？内心有名单了，没有，大家都辛苦。哇，你太重看我了。但我每个位置其实，应该说整首歌大概每个位置的动作。我都会跳，因为之前就是前面都有学到。
以下开放大家的猜测，但是就是我不会多说哈。这个我也会跳，噔噔然后还有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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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舞的阿远第一次跳，哎，我没有看过。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，噔噔噔噔，那段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，哎，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嘿，都会掉了，跳得怎么样？还可以。很期待出披露，每天都在期待，虽然现在还没练好，但是每天都在期待练好的那一天给你们看。你在干嘛？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也是觉得，哦，我那时候我也好想跳 cover， 可是我真的不会跳那个，他那个往哪走，真的不会，然后我就放弃了，然后后面就是学会了。我是那种真的看影片我自己学不会的人，我还是要别人教。我 那时候回去每天还是到处找往哪走，就是别人怎么教这样专业的。很期待给你们看的那一天，结果是好的，对呀。凤梨好好吃。快了，怎么可能？还没了？还是你说你？还是你说？
有吧？还是你说你快了，你要卖票了？真的好可爱，谢谢。我，你剪什么？你不要给我乱剪吧，我检举你。笑死，阿玉。哦哦，麻油麻油，其实麻油其实就是他在练习的时候，他都是非常给我安全感的一个人。因为可能假如我今天某个动作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看，我就回头看他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做给我看，大概有什么感觉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。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练习回去，过没多久他就传讯息来跟我讲说，我看一下他说什么。我哪有一直欺负包子，他说肉肉，我其实也差点练到哭，就是整个跳完你就觉得哇，我刚到底在干嘛？我在做什么？这种感觉。他说肉肉，我刚刚一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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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看你的舞蹈动作。说真的，你真的超强、超棒、超棒，我看到都很想要哭了。然后我就传那个哭哭的表情给他，哎呀，目前是还没有，但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。他们说：“天哪！”哦哦，因为我就是跳舞的时候，某个动作不能太大力，然后把自己用，也不算受伤了，就是有点淤青这样，血管爆掉。现在没有了，对。然后就说天哪，但我认真觉得啊，他说但我认真觉得超帅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他说你比所有人帅，整个焦点呢，真的。我刚大概看了40次，重复看你。但我隔天练习的时候，我听到他跟人家在聊，他说我最近看了30次肉肉，到底是几次？没有吧，看一下。没有啦。好像兄弟，对啊，他跟我说 bro。呵呵，哎呀，我哪有一直欺负包子？我对他不好吗？而且他为什么今天没来？他上班了。
晕到起步。他有时候就是欠骂，比如出车祸的时候，其他时间都在跟他开玩笑啊。我的朋友哎，妈鸡妈 ，Hello 阿波。包子嘞，包子给我出来！跟大家说我没有欺负你。哎，他怎么今天没有出现？然后他就要断钩钩了，担心。我知道会是这种人吗？凤梨真的好好吃哦。我们就来看今天包子什么时候会出现。我现在吃这个刚刚好，有甜。说这个是牛奶凤梨，但是也没有到，它看起来没有这么白了。啊。好吃哦，我姐公司那天发了三颗，一吃发现哇，太好吃了吧！这样，我们要换个东西吃吗？肉粽，你知道，就是家里卖肉粽啊。肉粽还没吃完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那几天都是中秋啊，端午节。昨天端午节总是比人家过得还要长。那我们家的肉粽好吃，一天吃几颗？一天最多两颗或三颗吧。我是端午节为一个月，我今年帮我妈妈卖的肉粽卖到了102颗，销售冠军是我。下雨，大家去哪吗？我昨天就是穿着雨鞋出去踩水。
要去装我的肉。我刚刚蒸了两颗，但我比较喜欢蘸着我妈妈煮的。酒店的，真的假的？零酒店，包子来了！凯东好、哦，怎么买？来晚了，没事没事，你在忙是不是？干嘛吧，谢。哦，有这样好，有这样好，开心。上次被我妈诈骗，我今天吃东西长很丑。刚刚有人说叫我不要再欺负包子了，你自己说。我有一直欺负你吗？没有吧。摸着你的良心，是没有啊。不过是谁？泽伟是吗？刚刚是泽伟说的，他说不过你不要再欺负包子了。零酒店，其实我很喜欢吃里面有包栗子的，就是会吃起来甜甜的。必定翻船。但我很少会吃到。啊，你睡一个小时咯，真正的。没有，我刚刚比较担心的是，如果你今天没来的话，你就没有勾勾了。
我吃肉粽比较 care 的是它里面的是瘦肉还是肥肉。我是一个不敢吃肥肉的人。我连五花其实我也都不太喜欢。有肥肉的肉粽，我生理上看的抗拒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都会挑掉。我们家的。里面那种就是像那个玉珍说的入口即化的那个就可以，我唯一能吃的就是那个。我们家的肉粽就是有半肥半瘦带皮的，我上次我妈，因为我这实在太想吃蛋黄，我好喜欢吃蛋黄。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然后我就因为很晚了，我就想说，我要吃麻辣，可恶！我来吃一个好了。我就问我妈说：“妈，这有蛋黄吗？”她说有，她就跟我点了有，我就拆开来吃。没想到这么晚了。为了我喜欢的东西牺牲一点热量是可以的。我边吃边看，没有蛋黄啊，没有啊。然后我妈在讲电话，我说没有蛋黄、啊，她就很惊讶看着我，然后就吃边吃，为什么连花生都没有？她就超惊讶的看着我。就算了，还没有花生，太生气了吧？我浪费了我们那天的热量哎、欸。
哪！有香菇跟肉了。没有，那个是我妈在不是今年这一批包的，是在之前有一次我二姐说她的同事要买这样，但因为她太久没有包，她也都忘得差不多，所以她那次肉粽包的难吃，而且那个饭都很难吃，就是没有味道，超好笑。不想说肉粽到底怎么，没有蛋黄，没有花生，饭也没味道。但我们家的肉粽吃的不会味道。这是调皮。没有外套太冷了，杰星，嗨杰星，停了三秒。看人没了，那记得人没了之前先去指定我的三节针，谢谢。这样子，可能现实动态吧，我努力找找看有没有崩图，满足你们。谢谢你，林南，第一次买你一定会觉得值得的，物超所值。虽然如果你要再就是拿去卖的话，可能没有那么值嘛，但是就是。希望你会喜欢。太有诚意了，那还不多买一点？最近嘴巴有种要裂开的感觉，这边有口角炎了。好，我要开始分享我刚说关于蛋黄的故事。就是之前我朋友跟我讲说，我要就是他买了一盒很贵的蛋黄酥，然后
好像忘记几颗，十颗还几颗。然后我就去找我朋友，就一群人。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那个蛋黄是多神多好吃，它一颗超贵的。”然后因为我们就是约等一下唱歌，他说：“等一下分你吃 ，OK？ 我们四个人去。”他说：“那奶奶吃蛋黄酥，吃蛋黄酥。”然后他就切了四半。哦，但我没有跟他都很熟很熟的那种，就是还 OK 会聊天这样。他就切了四半，对，他要分我们吃。我以为他可能给你是一人一颗这样，没有，他是一人一半。然后真的是我拿到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傻眼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切了四半之后，我的蛋黄不知道去哪。我就拿了一半没有蛋黄的蛋黄酥，我就吃进去。他们就问我说：“好吃吗？”我说：“可是我没有吃到蛋黄啊。”我就超直接的说：“就是，可是我没有吃到蛋黄。”他说：“你没有吃到蛋黄啊？”然后他就直接给我吃了一颗的。我超开心的，因为那个蛋黄酥真的很好吃，笑死！因为是我朋友的朋友，虽然会聊天，但就是真的是因为我朋友他们也没想到，就是他居然要请。分我们吃那个蛋黄酥，他居然切了四半要给我们吃，这样我们都很就是都吓到这样。然后我就没有吃到蛋黄嘛，然后我也很直接的说，可是我没有吃到我们在吃的蛋黄酥嘛，然后我就很直接说我没有吃到蛋黄。我朋友他们也就是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我怎么直接就这样讲出来了？脏话我不知道哎，好像是台北的吧。然后说一颗很贵，害我好想吃蛋黄酥。我就有一阵子的中秋节，就是吃到了很多蛋黄酥之后，我就爱上蛋黄。最胖最好吃，害我好想吃蛋黄酥哦！哪里可以买到蛋黄酥？可是蛋黄酥一颗又不便宜，40、50、60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知道是哪间的？哪一间？菜市场蛋黄酥哎。可能那种外面包点的吗？杂货店现在还哪里有杂货店？大概你讲讲看名字，我查查看。大家有看懂我昨天发的那个文的文章是什么吗？哦，直接吃蛋黄。还要煮不是吧？看不懂你，什么东西看不懂我？生活杀死了一切成药。
想吃蛋黄酥。你不是问昨天哦哦哦，它是一首歌，我等一下放给你们听。因为用我的角度去把那个歌词全部打出来的话，可能有点不太适合。你们可能比较适合。以男生的角度，其实我也不太记得长什么样，但确实很好吃。超贵，已经超强。哦，我有吃过一间还不错的蛋黄酥，它在台中，它叫做梅西面包，但是它的蛋黄酥就是也是好像只有中秋节才会有那阵子。然后它的蛋黄酥的口感跟我们一般吃的蛋黄酥的口感其实不太一样。它的蛋黄酥的口感比较像我们一般吃那个凤梨酥外面那种感觉一样，它不会像我们平常吃的蛋黄酥，它会一层一层一层。如果你也叫做，就是厉害到人家说他是蛋黄酥界的爱马仕，超强！刚唱的不错，真的假的？红土咸蛋黄酥，闪在你的眼睛里，从此跳起我的心，呼风远欢愉。我自己翻山越岭找到你，再也不离去。爱是我，爱是你，爱是肯定句。我谁也不能阻挡我，永远守护你。夜之日落，黑夜白昼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说一盒要上千块，我刚看网络上。蛋炒哦，芋头酥也是我小时候，我芋头酥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，但我去年好像没怎么吃到芋头酥，都在吃蛋黄酥。
因为芋头酥也是不便宜。嫁给我。什么什么酥都很贵。你们中秋节有特别喜欢吃什么？可能绿豆吧。叔叔，叔叔。中，今天就出这感动，分秒可以成永久。我是说叔叔，我不是说叔叔。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买的做你幸福的理由。我中秋节最喜欢吃就是芋头酥跟蛋黄酥了。凤梨酥我还好，凤梨酥我喜欢吃，是那种偏酸一点点。辛苦了。嫁给我。排骨酥，排骨酥，排骨酥贵吗？那个南雅夜市的那个。排骨酥汤，一碗60块，好像没有蛋黄酥贵。少女的酥香也很贵啊，我有吃过那个侯不熊的少女的酥香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吃过最好吃的马卡龙就是侯不熊的，最好吃耶、欸、就是它的马卡龙吃起来有一种很扎实的感觉。全心我无法解释怎么能放手？但你说爱 ，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。我跟你们讲，最近那个迪士尼有那个《玩具总动员》的饭店，那个小眼怪好可爱哦。是说不回来，想来，我不能只是你的缘分。很可爱，他那个房卡也是三眼怪的，而且那个房卡说你走了，你可以带走。叔叔，你觉得那个双层麦香鱼好吃吗？很有余味，无法
真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分手？但你觉得太甜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买那个奶油什么咖喱的那个，那个也好吃。三层，哦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讲。你觉得有点不划算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去买。我最近真的比较想吃的是麦克鸡块，我现在去麦当劳，我还是会，我会点那个地瓜薯条。你们觉得这个地瓜薯条的 CP 值是 OK 的吗？还是买顶夸夸的就好？小鸡球，什么东西？小鸡球，大好吃。你说地瓜薯条，真的？但是有时候地瓜薯条吃一阵，你还是会想要吃回薯条。你们觉得顶呱呱跟卖的地瓜薯条谁的比较好吃？咦，淘宝哥 ，Hello Steven， 嗨嗨。真的吗？我是说地瓜薯条啦，真的。变瘦了？为什么大家说我变瘦？没有啊，我刚吃完东西，现在应该有48了，穿上衣服应该差不多48，快49。薯片就没有啦，我现在正在说卖跟顶呱呱的地瓜薯条谁都比较好吃。我看一下他们两个价格差的。是不是卖的比较贵？但是卖的是不是比较多？就显瘦，哪有头发放下来也显瘦啊，全部都挡起来。是55块，要写几克吗？180克。那卖的是几克？卖的没有写，卖的都是自由行政。但我发现我最近的下巴好像很松，自己在家照镜子的时候。起来，顶呱呱的薯条会有种比较软软的感觉，然后麦当劳就是会再硬一点、脆一点的感觉。
决定，所以今天要吃慢慢的。小姐姐也会送啊，她不是？你什么意思啦？你什么意思啦？你让你有恋爱，这么害羞，我让你恋爱了，等你开支。不是味道，啊，口感不是，抱歉，说错了。我觉得梅粉其实我还好，我觉得梅粉比较要加那种菜市场那种什么格灯炸鸡那种，不是大那种才要加梅粉。我觉得麦当劳这种可以加。胡椒盐就可以了，虽然加梅粉也是可以了。我播这首歌。要的吧，格伦炸鸡，好久没有吃了。鸡人老，为你点这一首歌，吃鸡翅。我隔顿炸鸡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鸡脖子。我以前买鸡脖子会被我妈妈，就是她会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吃鸡脖子啦。我有我的初恋了，不可能。我又初恋了，可是真的初恋了，这一种 feel。那天真的初恋了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不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第一次。我爱你。鸡脖子很好吃，然后你每次买那个鸡脖子肉，真的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哦。啊，包子怎么又不见了？它是来续勾勾的。嘿，干嘛？没有，想你了。初恋了，不可能，我初恋了。再开锅，我不吃地瓜薯条，我没有跟你问你。我爱你，你爱我。德克士，哎，德，嗯，啊，现在好像有这间店呢，卖好像卖披萨还是卖炸鸡的，好像有，然后是一间。绿色的小鸡的样子。哎，芋头，好久不见。然后它的炸鸡我也觉得不错吃。但我前几天吃拿破里的炸鸡，我觉得还好哎。我就是第一次吃，因为我前阵子跟阿杰吃那个胖老爹，我觉得胖老爹的鸡翅比较好，胖老爹的炸鸡比较好吃，它的皮很棒，就是。不知道哎，就是拿
布里的炸鸡没有，也可能对他期望太高了，大家都说很厉害很厉害。天母那个 Pino， 拜托赶快去吃 Pino 超神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那个，胖老爹的是他的鸡皮，就是他是连鸡皮我都会喜欢吃的那一种。然后那个拿破里的是他的鸡皮是属于那个看起来感觉那种。怎么讲？反正就是它外面的脆脆太多了。Pino， 大家要去吃，大家一定要去吃 Pino， 好不好？真的要去吃，你们吃完，你们就会觉得，就会觉得其他都不算什么。我对那一次吃到，我也是哇，太神了吧！而且它的是全部都是鸡腿的那种。很好吃。在那个天母的那种，天母的那个叫什么？咋还是跟美食差太多了啦，这不能拿来比。那个百货公司叫什么？来，去吃，都离你家近了，我讲这么久你还没去过，这就不 OK 了，真是男子。天母那个大圆白对，不是大圆白，在天母那个百货公司的对面，高岛屋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有一间叫 Pino 的美式，它的炸鸡，它虽然是有卖披萨，又卖一些有的没的，但它的炸鸡，它的鸡腿是神了，神了。你们可以约啊，可能合照会超远，搭捷运去超远。就如果有人开车的话啦，但那里好像不好停车，可能要停在那个对面的百货公司。超远，但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只有在那里有开，它有开两间好像是，可是都在那里。外送会长，吃给我看吗？我一定会生气。不是，你们会被赶出去，群聚！我靠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们可以约那里，确实蛮适合办，就是可能聚会啊这种。还是我们跟姐姐讨论一下，生日会办在那，大家吃鸡腿。可以，笑死！一张票2000，人家说你要吃回本。800是吃鸡钱，之前不是有类似这样，就是生日会，然后办在餐厅里面，大家就一起吃饭。可是现在就不行啊！
真的要去吃吃看，大家。真的。跟肉肉比，我应该可以吃个三四只吧。但这个东西会腻，会吃腻。妈咪回来了，没事，看你不会腻。西瓜吗？你有种看着我，然后吃那个鸡腿吃不腻。我就狂塞猛塞，叫你给我吃吃吃。我也比过吃软糖的，可是我输了。我们比的不是说谁吃的比较多，我们比的是谁吃的比较快，然后我就输了。这个人也没有让我的意思，这个人超坏的。我吃的超无助哎、欸！我本来想说，我应该是啊，我吃的比那个人快，然后就要好像人很好让给他，没有，他实力太强了，我直接输蛋。谁要让你？哎、欸，超凶！怎么可能不会给你排立得？我是什么人？哎呦，叫出来！你觉得我们是这种人吗？啊，这人不这样啊！啊，我想吃西瓜，但他没有切。太大了。吃，嗯，你有比过吃雷神，感觉很好吃哎。雷神我可以耶，最近那个 Seven 有出那个白色的，超好吃，超甜。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会觉得很甜吗？因为我其实现在好像也没有吃的以前那么甜。白色的哎，尊重哦什么哦？哇哦！电风扇，你买一点电风扇？你说你网购的那个？五同号，我最近我想看我最近比较想喝什么。1, 2, 3, go！我最近可能比较想喝麻古。我想吃西瓜。他想喝十杯，我前阵子有喝到那个清源，有一杯还不错喝。就是那个网络上很红，料很多的那个，什么迷幻香槟香槟啊。可是它是这样大片的，我要这样切还是我要再这样？啊，你说切一块一块？他拿了锅子跟刀过来，什么什么迷幻，什么星空，什么忘记了。阿罗哈，五十兰，我也好久没喝五十兰了。
人家给我的。哦，原来是皮已经削好了。好，等你回来。来得及什么？你有帮我拿肉粽吗？哦，有，看到了。全糖一号太猛了吧！我都一号无糖或者是微糖哎。其实我真的觉得清源还不错，就是它什么都其实都挺好喝的。我等一下去送肉粽，人家给我买肉粽。全糖就不行了啦！我同学珍珠奶茶全糖哎，神经病！我跟你们讲，小时候吃西瓜超贱，我一定会先把那个最上面最甜的那一段削下来，然后自己吃掉。然后就会被骂，你要把最甜的切掉，超笑。这太大了啦，是要怎么切？哦，我都是说我可以微糖再少一点点嘛。我要怎么切啦？这西瓜生气，长那么大干嘛？我前几天出门逛街，有看到那个布丁狗发夹，有够可爱。然后我就说拆了想买，然后他就跟我妈讲说走，我们快走。然后他的钱包就不见了，哈哈。再走啊，活该。减料三分之一，谢谢。现在有减料这种东西，我当时去喝那个清源，那个料真的是多到喝完饱到一个不行。西瓜是不是燥热？是不是热啊？我现在要吃西瓜。哎，但是你们常喝咖啡也要常喝水哦，知道吗？哦，西瓜是寒的。我刚刚在想说，还是是橘子，哦，没有，是龙眼啦。橘子也是寒的。能多吃会嘻嘻。为什么要讲话讲这么可爱？好，等你回来。我前几天突然吃到榴莲了，我妈太想吃了，我就买了一颗，说买700块，好贵啊。
什么东西好臭？然后那天我回家榴莲好吃，懂什么？就我妈就留了一块大的，然后就吃吃吃，她说你等下那个分我一块，但是她比较小块的，我就说，她说她左边那块，我说左边那块比较大啦，真的吗？然后在纠结到底要左边还是右边。他说有可能左边那一块，然后他的纸很大，肉就比较少，因为他只想吃一些些。我说你就选一边嘛，左边或右边呢、啊？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到最后就是他一直在吵，他比较小的那一块，我就拿秤出来秤，差了好像十吧，超好笑的。芒果，其实我芒果不能吃太多，因为我发现我去年夏天我那个芒果狂吃猛吃，然后我的异位性皮肤炎就其实蛮严重的。孤单吗？就是我们家的体质，有些东西其实不太能吃，像竹笋、起司，但我也是起司吃饱。我的脚会开始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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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会很浓。竹笋，因为竹笋也是比较冷的。骗不了你，没事啊，反正学生放电影，那可能也没得看啊。很狂吃，对啊。我妈那天问我说：“你吃竹笋不会吗？”我说：“不知道哎。”因为啊，我就一年四季都长这样啊，我就是痒啊。他们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其实我都没什么感觉，因为我在这个方面我不会特别去观察，所以我喜欢，我想吃我就吃啊，我管哪管他那么多啊。就跟人家说我胖，但我还是想吃啊，哪管你那么多的这种感觉很像。但是人家在跟我现在啦，现在人家在跟我说我胖的时候，我会克制一点，但我想吃我还是会吃。对啊，不能什么都不吃啊。虽然我确诊那段时间就是这样瘦的，因为我没有零食可以吃，所以关在房间
啊，我最近很想吃咸酥鸡，我一直没有去买。因为我要去买的时候发现是礼拜一他公休，然后接下来要买是下暴雨，就后面就没有去买。我想问在座有谁会开车，或者是在座有谁是桃园人吗？我要推荐一个东西，那就叫你男朋友带。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我要推荐一个东西，就是呢，在桃园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，很古早味，它叫做外婆桥，然后它是在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很好吃，叫做黑糖什么地瓜的，很好吃，我在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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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吃过。然后因为是姐姐带我去吃的，很久以前去过，然后前阵子我姐去，她没有揪我们，很难过哎。然后我才想到，没有，它是地瓜，然后淋上一个黑糖的酱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汤圆吗？甜点，但是它有卖咸食，就是很古早味的那种，超好吃的。它是一间非常特别的店，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。它叫做你，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查外婆桥店。然后那个可能开车会比较方便啦，然后它很特别，它只开假日。我觉得推荐大家就是有空想散步的话可以去那，而且它旁边有就是卖花的，花市，有点花市，就可以在那去那里看看花。
来哦，一二三，拍手！拍手！在等歌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蔡依柔柔柔。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6月9号下午4:04。我们要来进行心灵肉汤了。对，主播整理一下他的刘海哈，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。好，听好了，今天的第一碗肉汤，耶！哎呀呀！耳朵打开，不要把快乐建构在别人的反应上。喜欢你的人会知道你的好，讨厌你的人不值得你讨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，生活总是充满许多不请自来的麻烦。痛苦并无法比较，一个人认为的小事可能是另一个人过不去的事，所以感谢那些在身旁关心自己的人，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，但当你遇到问题时也会陪着你面对。至于讨厌你的人，不要让他们阻碍你成为更好的人。值得珍惜的人要用一辈子珍惜，不该在意的人花再多时间也是浪费。记得好的时候很容易找到跟你一起开心的人，唯有在坏的那段日子里才会知道哪些人肯陪你一起走过。都是浪费。好，今天的第二碗肉汤，听好喽。这世界就是这样，有多少张嘴就有多少意见，有多少双眼就有多少看法。你好心帮忙，有人说你别有企图，你默默甘心；有人说你冷漠无情，只做自己的事，被人说自私；做了别人的事，被说抢功劳。没说话嫌你的想法太少，常发言嫌你意见太多。人生有时很难，毕竟无可避免要参进别人的想法，但是除非你愿意为自己好好生活，否则那些偶尔烦心的事会变成一辈子的事。生活充满无法控制的坏事，你越是想抵抗越难挣脱。我们要在乎的并非如何不让坏事发生，而是如何不让身边的好事离开。记得有些话听过就好，不要相信；有些事过了就好，不要牵挂；有些人路过就好，不要纠缠。这是今天的第二碗肉汤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没想到啊，不，还没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肉汤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，谢谢。没想到我们念心灵肉汤也念那么久了，
que parece un óxido.吃吃，怎么能鸡吃吃？谢谢多多的追踪，吃吃。搞完玩具，什么东西？我很想买新的口红，其实我这一支口红快用完了，可是贵贵，没有钱，等有钱了再买。大家请赶快吃定我的生血针，我业配我已经发了，我这次发很快哦，业配我什么东西？就是应该会有钱。业配不错，应该说每个月都要有吧。看我已经用肿到底了，已经成这样了，希望它可以再撑一阵子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啦。就是薄涂好看，厚涂也好看。拉一下。拉一下。怎么感觉今天时间过得很快？爱用停产，最可怕。我最近一直很想吃蛋挞，对，蛋挞是我已经想吃很久了，然后那个鸡块是这几天才想吃的，对，还是我们再切一些西瓜下来吃，薄薄的一片。素描作业我还没有画完，我还有两个没有画，但这我这觉得太难了。这个一个是不锈钢，一个是陶瓶，超难的，有够难，八分了。对不起。陶瓶跟不锈钢这很难说说。
么感觉大家突然都不见了？还是就是素描的部分，大家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话题。下一班要考试，要画西瓜。礼拜一的第一节的期末报告，我觉得我报告的很棒。我报告，我觉得我做的很棒。礼拜一的期末报告，老师就说，他说，报告一个你认为的艺术。就是不管是什么，就是你觉得它是属于艺术，你都可以报告。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，就是老师说，就是形式不一定要限制在画啦，或者是像，对，画啦，我就是艺术。我说，这个是我妈跟我爸，就是他们在某年，就是2001年生产出的一个艺术品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做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蔡一楼。需要用非常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一件作品。我妈有人介绍。电影介绍什么？音乐酒瓶，就是音乐，就它这个酒瓶，然后它是有音乐的，像音乐盒那样。然后介绍音乐，然后有介绍就是日本的那某些很经典以前的音乐。还有人介绍小王子，人介绍公仔，然后我介绍的是，就是一个一线时装品牌，它叫做 Maison Margiela， 就是这个牌子真的让我觉得，虽然有很多牌子都非常经典，也非常艺术，但我挑了一个我个人算蛮喜欢的一个牌子。你看像巴黎世家也一定好介绍啊，对吧？其实我当下看到这个主题，老师说你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你觉得它是艺术都可以，因为艺术的定义很广嘛。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到这个。其实我有两个蛮想介绍的，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Maison Margiela， 另一个是那个 Vivienne Westwood， Vivienne Westwood 就是那个
娜娜里面娜娜带的那些牌子，就是那个小星球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个牌子叫做 Vivienne Westwood。我其实也挺喜欢 Vivienne Westwood 的。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大概介绍，因为这个报告就是三分钟，就是老师就是说三分钟。然后呢，Miss Margiela 他是在几年我忘记了，我的稿。我有稿。就是在1988年由 Mason Martin Margiela 创立的同名品牌。Mason Martin Margiela 就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。然后他在创始这个牌子的时候，他的本来牌子名字叫做 Mason Martin Margiela， 对，还有改过名字。但 Margiela 他这个人，他曾经有兼任爱马仕的女装设计师。但他本人没有一直待在自己的品牌，他在2009年宣布退出品牌。然后后面就是中间其实是有空窗期四年，我们经历了四年的空窗期，但这段时间他的设计师都还是一直遵循着就是 Margiela 的设计理念，像概念性服装 oversize， 或者是就是 Mason Margiela 最广为人知的解构主义。现在真的有人听我报告吗？虽然我最后是做成影片嘛，但是跟大家分享，我就会蛮开心的。然后经历了四年的空窗期，在2014年，就是由前迪奥高级女装创作总监 John Galliano 接手。我跟你讲 ，John Galliano 超帅 ，John Galliano 长得超帅，超级帅，他就是长得很像一个海盗，对。然后他擅长的风格是浪漫和海盗风格，对。在这段时间，他用这些自己喜欢的风格，也完美的结合了 Margiela 的结构，创作出了许多很经典的作品，然后也为 Margiela 品牌再创一波新高。这样，然后在2015年 ，Mason Martin Margiela 的品牌名正式改为 Mason Margiela， 对，就是现在的名字。然后呢？这个牌子的标签其实长得很特别，一开始是出自于 Margiela 不想被品牌的 logo 给束缚，用纯白的底色是对于品牌标签的反讽，这样，然后用简单的四条手缝线固定标签，然后缝在那个后面，就是初衷是为了购买回去方便拆卸这样，但这简单的四条线后来变成了最深植人心的 logo。对，现在的 Mason Margiela 你只要看到四条线就是哦啊 Mason Margiela 这样。然后他在1997年又加入了新的设计，就是黑色数字。可以找给你们看，你身哪是啊？四条线，长这样。你从外面看会像这样四条，可是从里面看会是长这样，就是它在我的图就是长这样。
然后它其实每个数字都有每个数字对应的产品线，那有些数字是目前是没有啦，很多像它的零号就是高级定制服装线，然后它以前是我把零号圈起来，它就代表是高定系列，但它现在高定系列是全部改为是白色的标签这样。然后一号跟十号是男女装主线，四号跟十号是男女装副科线，三号是香氛，十一号是配件，二十二号是鞋履类。它其实还有很多，我就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没有全部都打出来，我就大概介绍了一下。然后 Maison Margiela 最就是现在比较大家知道的作品。看到两条线，大家所知道的作品，它是叫 Tabby， 然后很多人会说它叫做分子鞋，然后也有人说叫忍者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就是那个长得像马蹄的那个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。长这样，酷哈、哦，就是这个就是 Maison Margiela 的作品。然后他其实在三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现过咯，他的就已经出现的啦。然后这双鞋的首次亮相是在1989年的 Margiela 的首场秀亮相的。然后到现在他其实还是经常的会出现在 Margiela 的秀场上。然后我再跟大家介绍 Margiela 的就是其中比较经典的解构作品。等我找图给你们。就是这件，它是用扑克牌手工的，全手工做成的。没有啦，就是我在跟大家分享我的报告，全手工做成的马甲，全世界只有5件。然后它其实在一些拍卖网上面曾经有拍卖过，然后有卖出很高的价钱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像把手套啊做成衣服啊，把袜子做成衣服啊，这就是它的风格结构。然后给你们看 John Galliano。干嘛这样？我很不跟你好了啦，臭青苹果，我走心哦。张卡雷亚诺的，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绍这个作品，超厉害！为什么要打哈欠？是跟人家联手做的，这个就是 John Galliano， 超帅。他长这样，他以前啊，他现在不长这样了，但就是很有个性。超帅的哦，我那时候一看到就哇，这个太帅了吧。快放手！什么东西啊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太难过了吧！怎么像炙热的，却像边缘了？
后接下来这个是John Galliano 接手创意总监后，跟别人合作做出的作品，超帅的哦！这是有上秀场走的哦，超帅的，真的是就是都是艺术品。对我来说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选 Mason Mandela 来介绍的原因。真的很艺术吧，酷哈。怎么样，大家觉得如何？虽然我没有介绍的很完全。感谢你们听完我报告，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不行吗？但 John Galliano 真的很帅，我那时候边做这个功课，边在一直说 John Galliano 也太帅了吧。就是他，就是长得很有个性的帅，你知道？也差不多了，大家下班下课。这是我这学期期末做的最开心的一个，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但感觉你们的反应是还好。下礼拜可以见两次呀！什么东西还有帅哥？不是说，我不是说，就是他的帅是另一种，他的帅是另一种帅，不是，就是你走在路上说看到哦，那他好帅哦。不是这种感觉，是他这个帅是从内散发出来的一种个性，一种魅力的帅。叫什么？不能叫哦！那么最近怎么乱意见那么多？美术系的男生。要握拍拍的，哎呀，希望香菇赶快回来，希望你可以好好毕业哦。等你回来看我耶，等你回来是应该四周年了吧？差不多吧，会吗？你会不会四周年会来？会不会有这个可能？你毛很多，真的假的？头毛还是手毛？还是睫毛，还是眉毛？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？有可能吗？四月啊，不是四月，四周年，不排除。提高，干嘛这样啦？我们最近是不是不好了？哼。再期待你回来。干嘛啦？我们这不就不好了？不好了，你要做呢？要看隔离哦，所以你可能真的会回来是吗？你回来，我第一个看到你，我一定大叫你名字，傻哥！叫啥？叫你啊！那要看他什么时候回来啊。参加试就可以了。等你回来呢。好，不要吵。
香菇今天脾气比较不好，他没有办法接受拆楼在吵。啊，写真你不要吵，写真你不要吵，你不要不知道我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哦。然后香菇等下就打出来，不要吵。那么轻易透过你，好啦，拜拜咯，香菇不要不开心，咱们不开心要说你，哼，阿布，等你回来啦，一直都在等你回来，等你等好久了。不不，我要去把西瓜吃完，下班了，啊，那拜拜。